妈，奶奶一来啷吃所有的牛子酱？哎，我们俺今个最欢喜吃些了。啥的呢？我忙得了100多斤的嘞。哦，奶奶的先进多了，你妈不研究啊？再好吃个么子也稀疏上来呢。想想那3400块退休工资，人生一数，别讲3400，300也吃。做儿子个先进来了，不难过的做起买卖去。嘘，别想，要不弟弟到娘家这个样式，我看了一下，娶了媳妇也不能忘了娘哦。一个人肯定不给的，起码十个人。可是你这还自家去忙着。听说你到一趟是有100块你一斤烧乌蛋肉噶？哎，有个来一边点了。刚才我到了你儿子屋里吃的呀，还吃得不得了。再主要是怕黑。来上外口。还米饭吃哪个？又不记不高，记不高。哎，对。现在还蛮正宗的，就是在那个高点那，我带一张皮肉。我实在是帮个厂搞代这个。嗯，哦，那个糖还上噶？我一边点个么子菜，还米饭拼哪个？跟俺姐走去炸牛肉玩。哎，吃了一道外卖了。我三个外带子30年之前。哎呀，来的。半斤。阿爸，你每夜上一个麻烦麻子，看俺子那拍拍屁股飞走去，真还鲜花他。这都这个挨不个辰光，随时菜品飞个吃到屋来个。那个女家当我最后去吃，来个一斤，我自己当一斤。你那不吃点啥呀？我最后吃第一个么子，我们才是有点素的。你媳妇会吃个嘞，反正我们。你当我来个半斤，我有烧的5斤，才是麻烦你辛苦的。那个阿婆真个害个，哎，你到呢？那个阿婆真个害个。哎，你那毛这么高个了呢？扣了身子米了，565块。现在是再拉老丁58分，今在儿子媳妇天蒙蒙亮，谁出远门八分去着？一个没血缘关系的阿姨，搭孙子蹲了屋里单边上，还想是想不放心，所以再忙还要得打算从休得起。吃之前，先来吃透三馄饨，从10几岁吃到50几岁，从一锅洋米油吃到6块洋米油，从零用铜钿3块吃到退休工资3000。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也是现在的工资。40年之前的发稿，永远跟当走，完了蛋糕啷也跟得起。